那台湾的当机，我唔知道你怎看回报，我们相信啊，不相信。那假如他是在表演，那是假的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不做？以前那边那种，哈、哦，这是咱今日探讨的，哈、哦，好，那来我看这里。稍等一下，我等。好，当机安尼吵会听无？会听，嗯，会听不是袂听啊？嘿，好、哦，好，有，袂贵，好，来看麦，警告者哈，迄落内底血腥画面啊，所以唔敢看的哈，诶、哦，无、欸、你目睭蒙起来都，诶啊。这个画面是咱在一般庙会内底拢会看到，吼、哦，一般庙拢看得到，吼、哦，台北嘛看得到，不是讲中部尔，台北嘛足多啊，嘿，好，那所谓当机啦，神明呐、啊，附身在人的身上，传达神的旨意，这叫当机，好、哦，那不是讲台湾的宗教物呢，世界很多宗教都有，连天主教都有呢，天主教嘛有啊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在人类学上面我们叫萨满，萨门，好、哦，萨门，对，神美的艺术啦，啊，神美跟灵美不一样。灵媒就是迄个灵魂附身，神媒是不是这个当机？好、哦，灵媒跟神媒是不一样的。好、哦，那这里灵媒呢，比如像第六感生死恋来的有啊嘛，好、哦，迄就是啊。好，那这款呢，当机这款历史呢，上早的是呢，咱同啊，伫宋代时的有啊。宋代《夷坚志》，你看神灵附身人体啊，使其为灵媒，称为睡机金刚法。所以伫宋朝就开始有啊，唔是今麦才开始有尔。哦、好，一直到清朝的时阵呢，又讲到讲当机吼、哦，神灵附身，全身颤抖，口流白沫吼、哦，以刀剑砍身啊、哦，用尖穿舌，所以在清朝时，这民间传说诶内底嘛有啊，诶、嗯，所以真早都有，唔是今麦才开始，诶，啊大陆今麦有啊无？无，嘿，文化大革命了后，你若做当机人，你还关敢唔知影人？所以这物件拢无，今麦剩台湾那个有，吼、哦，好。那伊个传说上早的时候呢，是迄个啊，唐代时讲谁人来的？吼、哦，讲吼唐代时呢有一个等于讲子姑啦，子姑的厕所之神，便所的神，吼、哦，当地也是有一个人吼、哦，这个叫做何妹，好、哦、啊，武则天的时呢受阳刺死，害死她的丈夫，纳她为妾，啊，伊很受宠爱，好、哦，他们男人都一样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。偷不住，偷不着，他们男人最坏了哈，就是安尼哈。我们是姐妹淘嘿。好啦，结果哈，那纳维切利亚的就宠爱他。玩笑的时阵呢，他被原配杀死在厕所里面。结果他的阴魂不散，经常显灵，所以呢，武则天就封他为厕神。哎，啊，其实这想那也封了厕神，因为武则天女生，她也是女生，哦、所以表示讲嘿、哦、有迄个政治意义的哈。哦啊，民间啊，伫元宵节时咧做迄个子姑的偶，用纸糊的，然后伫厕所内底改叫，讲恁翁无伫，恁某恁大某嘛出去，你怎出来？哈、哦，出来创啊？哦，问代志。啊，那是迄个神偶，迄、那个纸会震动，表示他已经附体了。好、哦，这最早的子姑神啊，好、哦，就是迄个厕所之神。好、哦，民众借着这样子的来问事，好、哦、问代志。这咱台湾嘛有呢。哦、好，所以呢，元宵迎子姑伏击哈，这是哈、哦，伫唐朝都有啊。所以这历史非常古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你看嘛，李商隐的诗来，诶诗来滴嘛有啊。昨日子姑神去也，哈、哦，来赶快晒子姑，拢赶快。这是迄唐代的诗里面都有记述到，都有描述到迄个子姑的代志。哈、哦，这是民间算的情形，记啊子姑啊。好，那到宋代的时阵。赶快，子姑显灵附体的事情还是一样，好、哦，安尼，明清来对毛巾节讲到伏击的代志，好、哦，所以唐宋明元明清全部拢有，唔是即马伫台湾才有尔尔，好、哦，啊，咱民间拢叫做伏击嘛，当击，哦，好，那它是一种占卜游戏，咱都讲啊，子姑神伫台湾哪那算，咱叫做关三姑，唔知捌有人捌听过无？叫做关三姑、关姨阿姑，好、哦，赶快咯，好、哦。妇女跟儿童，连元历十五、三月初三、八月十五呢，哦，这里管伊阿哥啦，哦，来，像那伊阿哥呢，讲伊被继母哈、哦、虐待而死，哈、哦，用台迄个低调卡，叫阴魂不散，
吼、哦，啊，要关迄个椅啊，高的时呢，咱用两只叠椅啊，两个人各持一个椅子，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嗯，敢若当起你摕迄个手轿同款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摕这個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伊就开始喊，开始喊，吼、哦，安尼了，表示吼、哦，这里、個、三哥已经出来啊，然后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问他一些事情，吼、哦，好，来，你看嘛，小金做两个请出，吼、哦，不断的反复，吼、哦，直到。啊，这个椅啊也开始摇晃为止，好、哦，啊，然后椅子敲地表示不是，好、哦，比如是或不是，哈、哦，等啊，你哈，啊，那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因为伊去哦，因传说来的去哦，因阿哥啊是因继母害死，你若讲恁阿嫂来啊，啊，这个椅子就停止了，嗯，啊，这跟恁民间等下你算的大学是有算过前仙嘛，碟仙有啊，赶快艺术啊，这赶快艺术。啊，来富的是不是仙？不是，仙食了伤饱。那真正有影来富，绝对不是仙，一定是高分了贵。所以迄款上惊是啥？请会来，请袂等伊。伊若歪走，你就死啊！你来高地啊，该讲条件，你若三个同齐走吼，你就死啊！来，好，所以这吼，这个大概就是民间嘛，有一款，吼，拢是官党的，吼。好，历史上的当机义和团事件就是上出名的，对吧？好，跟你讲，神灵附身，刀枪不入。结果呢，八国联军来，枪一开，跳伊。八国联军，这历史课本内拢有读过。台湾有无？有。九八年事件，刘清芳，余清芳，哦，王冲宗教自称是什么罗教罗师，好、哦，反正就是迄个，底下跟你讲，跟你是什么神新名的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受到五湖啊、王爷的。讲要担任什么天下大元帅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是同款啊，符啊搞落了后咧，刀枪不入，结果日本警察一来，枪开落安怎，煞死，所以即句台湾俗语啊，吼、哦，王阿公无保庇，何还是苏阿姊啦，苏阿姊就是挺迄个余清芳啦，啊嘛同款作死呢，信你若讲咱大家来去推翻马英九，无人要插我啊，我讲神明护身，迄妈祖的旨意。可能有一挂人的依附，对吧？哎呀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任何的迄落啊，拢要依附在宗教，一定要依附宗教，依照我都有迄落力量。同款，苏阿姊信王爷公，伊嘛挺余清芳，结果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结果最后呢，嘛是巧伊，枪一开嘛，同款巧伊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咱来看动机，啥物叫动机？动就是讲，因为过去呢，拢是由青少年担任童啦、啊。为什么是青少年？因为他比较。纯净，嘿，啊，那像恁即马那个污秽肮脏，哈，好，未使，拢未使，哈，嘿，啊，所以一定爱迄落党啦，儿童为之，由儿童来担任，所以叫党。啊，基什么意思？基的对吧？基安那下，占卜的意思，这里呢就是占卜的工具，是吧？唔知有人捌看用手提啊，底下写字的，哈、哦，这个基，好、哦，当基的一些意思，好、哦，由儿童担任，然后用来占卜，哈、哦。啊，迄个，这个人，吼、哦，好啊。另外呢，叫做红姨，红姨无共啊，红姨是啥？查某的。妈祖信仰，妈祖上早就是红姨、嗯，就是红姨哦。所以讲，咱讲梅州林氏女为巫嘛，哦，就是啊，对巫，哦，由女生担任，哦，红姨呢，比如讲像咱即妈妈有西拉雅族、平埔族的拢是红姨啊，母系社会。夫妻的是什么意思？一人辅心，一个人来辅助，好、哦，比如讲。压迄落神轿，头前迄被神明附身，后边迄只是辅助而已。手轿嘛，同款咯。手轿的时阵，其中一个人是被附身的，另外一个只是跟他辅助而已哈、哦。所以咧，夫妻哈，啊那啊，这里因啊灵魂的代理人啦、啊，哈、哦。像这种咱在台湾民间嘛，常常看到，比如讲像迄落观落音。看望，嘿，这东西，好、哦，好，过来。当神明附身之后，这当机哈，当机神明附身了，也开始模仿神明的动作。所以你要看嘛，伊多遐人，行路的时阵都无同，对吧？用安尼行，因为他就是模仿神明的动作。好、哦，伊代表啥？神明的发言人，好、哦，发言人，啊、哦，伊本身就是神明就对啦。好、哦，伊迄个时阵就是神明啦。好、哦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阵伊的动作跟一般的神无同。跟一般的是无共，那当机的来源呢？几种？第一种是，第一个掠当机，
掠当机的讲他有一些哈，在庙会的时候，然后他会被神明附身，然后就起来。啊，你请问买，你会不会被附身？不会。你请问会被附身的一定是第一个，他深信、相信啦，哦。所以你若基督徒底下看，你根本就不会相信，因为你会排斥，对吧？你就看那个形，你说哎呀，那个宗教嘛，对吧？你就不会被附身，回教徒也不会被附身，哦，只有相信的人才会被附身，哦。这有两当机。那上盖典型的就是啥？像那个宜兰王公庙，宜兰王公庙是台湾最大的那个迄个跪会仪式，会团两万几斤，两万多斤哦，一堆敢那山，然后民众甲行过安尼。好，啊，迄个时阵主持法事的主持这个跪会仪式的，就是要有当机来主持。问题当机你都会唔知，所以叫做两当机。两当机就姓名去抓，当机是固定的啦。比如讲，朱光旺本来有当机，王公有当机。今天你要主持，但是伊伫倒位也无人知。王公爱展现神威，去甲掠出来，吼、哦，啊甲掠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起人啊，然后就回到华迄、那个现场来主持，啊，啊，起码当年拢掠到。我咧想讲，伊若走去日本看王公，看咩掠到，啊，佫坐飞机过，真晦气吼，安、哦、尼。好，这叫掠当机，神明指定的。所以真侪人就咧讲，我现在做当机，迄毋是我的意愿呢，因为我去王公掠伊啦，啊，是讲我去王爷。我叫三太子俩做当机，这不是我的错啊、哦！当然，这些前提还是一样，你要相信呐、啊。你那了解的基督徒的歪习，根本就不理你，对吧？哎，好，那第二种是主观呢，为神明服务的，以前的我，以主心啊，神明的意志，客囝啦，我是迄个王爷公的客囝啊，所以伊就安尼做，以自愿的哦。啊，红彩迄款好勇斗狠，那更多哎。好，所以来源呢有主观呢。有比利亚就对啦。好，这就是二个王公的当机。每一年呢，伊拢唔知影藏在倒位，然后王公爱起来掠出来。你若掠未，你今年若掠未到伊，你这个过会你就免算啦啊。所以每年他都会夺取来啊，然后这其实嘛是大约也知道在哪里啦啊。然后呢，王公爱展现神威啊。遐尼济二间迄个所在，遐尼济吼，伊咪的多一间，他一定要知道把他抓出来，啊那无吼，啊今年就不用玩了，好安尼，好。固定都是这一个人。每年固定这一个人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游戏啊。他一定愿意才能会去做啊。那为什么要做？啊无，伊就是要展现伊的神威啊，系啊，表示讲我神威显赫啊，不管你唱的都会用甲你吹掉。啊，系伊用冷叫落去吹，嘿，王公用冷叫去吹。底下谁一里谁啊谁谁的弄入去？假设某一他是躲在十二楼，伊就把你弄开十二楼哎好，这掠当机掠到了后就变哪呢？没有人知道哎，我是常务董事，我都唔知有咩在，其他人更不用讲了哎呀。好，过来，当机有两种，一种叫文机，神明附身，但是不会自残，伊就起动尔啦，好，神明附身。第二种武器就是用五宝自残，五宝都安那拢看到，吼、哦，去学神明附身叫做起机啦，附身了后的行为开始叫跳档，所以你都要看到那个跳档，好、哦、安尼，好，这是迄个文机，你看麦穿这个衫，他没有自残，好、哦，今晚赶快，他没有自残，他只是在神明附身了后交代一些事情，好、哦，今晚赶快，你看，好，阿姐呢武器，安尼有水无？你若安尼处理食物件，可能无人敢甲你。你若去坐捷运，拢无人甲你客，吼，拢闪离你这么远嘞。啊，好母鸡，吼、哦，那母鸡就是讲迄个，伫个即个告庙的啦，吼、哦，是讲要起，还是起动了后，伊拢会用迄个五宝啦，吼、哦，做一些自残的动作，母个龟身骨全毁安尼。哎呀、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后壁你就知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来看伊的扮相。因为伊所代表是神明的代言人，所以甲你穿的无共嘛、啊，神明的代言人总是别再穿那个三枪白内衣吧，那很不庄重、哦、所以也裸上身、哦、或围上，或上半身的围迄个肚兜，哦、啊下骹呢有迄个裙、哦，啊露背，啊一手提拎起一手提迄个法器安尼，好，啊，这赶快令旗法器，哦，啊，穿这个衫呢，哎，啊，那个时候你就代表神啦，
伊慈父千岁，慈父千岁面是乌，所以上堂了也故意用咧香火去甲面抹乌，嘿安尼。好，过来，这是当地的装扮，嗯，对吧？嘿，所以这做新民当然有特殊的服饰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咱下面来看当地的功能，到底当地要创啥？啊、哦，好，第一个门书，这是上个普遍的，嘿，咱大道毛遮侪庙咧门书，你知无？嘿，门书啊，都那破病足久拢袂好诶，啊，那事业拢袂顺啦。啊！伊啥货？感觉怪怪，厝的安怎？厝的人拢安怎？都安怎？迄就是去问事，吼、哦，问事啊，问事，嘿，台北就一堆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即款特别是私人神坛特别多，嘿，你毛走去什么龙山寺公问问事，伊袂互你问吼、哦，嘿，遮，嘿，啊，私人神坛啊，上济好，过来治病，嗯，治病啊，真正是不是真正会当治病？完全不相信，嘿，心灵治疗。心灵治疗心灵治疗你讲对家己够有信心，就这样子，好、哦、啊，伊来当治病，咱病院都免开的，你等到起庙就好啊，你等，对吧？嘿，所以当然是心灵治疗了哈。好，这嘛赶快治病，啊、哦、啊，当起家己啊，治的了，你也感觉啊，我挺的好安尼，好、哦、让你更有信心。好，过来消灾解厄，嘿，啊、哦，用各种方式啊，大家要摆哈，也是一样啊、哦，安抚心灵的作用，好、哦。过来领队，咱伫个每一个庙会内底，拢是由当机带队，当机带队，你看后壁队伍啊，当机伫头前开始喷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带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同款，吼、哦，每一个庙会，特别是新桥的头前啦，吼、哦，头前一定是乌灵机啦，灵机，黑灵，后壁就顶头嘛，啊，顶头啊，上尾一定是离迄个新桥。神教一定是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啊！神教的前面就是当机，伊徛伫新桥头前开路，哈、哦，安尼好，这嘛同款，后壁新桥头前当机开路，嗯，做臭屁你看，嗯，好，过来，这嘛同款，为规徛喺迄个新桥顶端，哦，好，所以呢，神像开光，嗯，神像要开光点点，这里新。神像，咱纸糊也好，木雕也好，完成之后，咱得发现哦，哎，比如木雕的神像，雕完之后，他会用红纸贴起来，迄、个表示阿未开光点干，嘿，啊，开光点干的时阵呢，就是由当机来开光点干，正式赋予神力，开光点点之后，它才叫神，还没有开光点点，它是一块木头，哎，阿内，好，过来，这个开光点干，你看麦，当机。他是代表神明来开光点灯，当然不是代表个人了、哦、好，过来安娘，好、哦、安娘，嘿，安娘什么意思？兵娘啦，五娘，东西南北中叫做五娘，神兵神将，神兵神将被安娘调动部队，当然不是由人啦、啊，对不？由人来调动神兵神将，他才不了你呢，对吧？所以要用当机代表神明来调动啊、哦，来这里，哦，这里当娘，你去了、那個。古亭捷运站，吼、哦，三营你去迄落西门捷运站，吼、哦，中营吼，伫、哦、台湾大学，吼、哦，用新名来用当机来钓五营，吼、哦，钓五营，过来，这嘛是钓营，嘿，七十五呀，嗯，十五当机真济呀，嗯，所以这是安营的时阵，嘿，五营，东青龙，西白虎，南朱雀，北玄武，中间是黄色的，中大万岁像。三太子，哎，好，这是安娘，哎、嗯，这边是安娘，你看，嗯，咱在的宗喀地区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东西的、嗯、安娘，哎，就代表那个神兵神将驻守在我们这个村落，哎，安尼，好，那个像用当机来安，不是用人来安咯、哦，嘿，好，过来，像这挂会的时阵嘛是同款，挂会，对吧？这香大，会记哦，咱在那个。咱伫妈祖是讲了挂会、挂香啊，哈，香灯，迄是用当机来主持，哎，安尼，好，这嘛同款，哎，主持各种的这个仪式，哎，所以整个庙会里边，你说谁来决定什么时候要启程，什么时候要挂会，啊，什么时候要怎么样，根本是由人来决定，没啥，神由神的代言人当机来决定，好，这嘛同款，啊，挂会的时阵，嗯，好，这里过来请注意。啊，请注意啊！
请水请火，迄种同款意思哈。比如讲，迄个白啊，这个雪甲白上白蕉，啊遥祭迄个白蕉祖庙，哦，请水，卡一个水都登来安尼，哈、哦。好，这嘛同款，落去请水，这南部的，哦，这拢由当地来吼，过去嘛同款，行过花堆，第一向上早行，第一个走的，当地，嗯，不是你哦，嘿，你那过到。变成炭烤人肉，BBQ， 所以由当地来带队，好安尼，好，当地过会，好，猪油通常咱一般来讲就是要安怎，要抓到迄款有诶无诶，比如讲咱这个所在最近拢不平安，暗时啊吼，狗拢会吹狗咧，吼，啊拢会看到人影闯，其实迄毋是鬼，迄是猪公旺，啊咱叫做啊。大桥无平安，迄个时阵，当机处理，把迄款的掠倒来，创啊，煮油，把掠咧煮油。他自己出手去。油，你看，手空在内底煮，会不会很可怕？会啊。有诀窍啊。对对对。什么诀窍？你知道？用醋。白醋。好，滚的时阵，你看起来敢那滚咖咧，其实它是，温度是很低的，所以这有诀窍。你唔能比照伊讲，无我倒来甲煮看卖个可能。啊，你都鸡翅汤吃啊！哦，所以这完了有诀窍了哈，诀窍。说那个白醋是跟油是用白醋去烤。不是，油放了再放白醋，好、哦、啊啊，那话伊就是讲油会在下面啊，你落的时候你不会摸到那个油啦，啊，它看起来是在滚烫的，但是就是你落的时候你只摸到醋，不会摸到油，哎，只有哎一糊在上面那就对了，因为来比重的问题啊那啦，所以。这有诀窍啦，嘿，啊，若讲破了，无啥解答啦。啊，但是你啊看嘛，当场遐哦，油安尼滚，啊，然后当机手嘞，拢无安怎？你看信徒会安怎？非常相信，对啊，非常相信，安尼吼。好，过来，赢油姜是吧？那那个庙会时阵，有功来拜会，或者庙会的时候呢，迄、那个各地迄顶头经过咱的庙会时阵，迄当机都来处理做代表神明做接待动作，哦、嘿。你总是袂使有人嘛，你算什么啊？对吧？所以有当机，好、哦、代表神明，好、哦，这嘛同款，好、哦，人来家，好、哦、来拜访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个你人可以先泼的话，主人个泼啊，啊，看像泼个大来呢，啊，个人花宝吗？啊，对啊，个人拿个人的啊，啊，两个庙无共啊，啊，对，嘿，好，啊，过来呢。这就是迄、那个，比如大家妈祖，这个叫做大家妈祖的叫啊。好，啊来经过咱这庄妈祖进香，要经过咱这时，哎，迄、那个庙的工具都要出去迎接，代表神明去迎接大家妈，哦，你那个传灯啊，传灯咱的庙安尼啦。所以引油光的时阵嘛是安尼，好、哦，好，所以大家妈祖进香的时候，你的沿途拢看到这，大家庙拢会请工具出来，哦，安尼，好，过来传达神旨意的方式，第一种就是用文字。直接用下来，啊，用手钩，用钩签，钩签就是钢钩，迄个长长一支，吼，啊是用桃枝，用甚至用笔直接写，哦，安尼伫个沙盘顶管、纸顶管来描写，但是写的内容咱拢看无，所以迄个先就是要有一个翻译官叫豆头来翻译，咱所以咱台语来底哦，形容一个人吼，迄两个人一搭一唱啦，叫一个当机，啊一个豆头，好，啊一个写，啊一个讲安尼。啊！但伊写啥货吼，咱看无呢。对，伊毋知写啥货。讲实，我看几包嘛，毋知影你写啥。啊，然后，哎，迄个倒头就解说，讲啊，比如讲妈祖的旨意是要创啊，安尼对无？伊若对着，嘣，哎对对。啊，若唔对，伊会生气呢，伊就搁写一解。你若搁又唔对，又作水摆唔对吼，他会生气哦，伊就开始嗲弄安尼。哦，啊，又甲你又着为主啦，有为主安尼。所以呢，这是迄个当机倒头用文字写哦。这俩你看手桥，这嘛是手桥。你看，这个起动啊，这个助手对吧？这个起动啊，这个助手，所以两个内底挂一个是生命护身，另外一个只是扶着他的椅子，哦，然后开始下，开始下字啊呢。那这两个是固定的嘛？一个是当机。一般是固定的，因为当机不是大家拢搭档，嘿，嘿呀、啊，好，安尼过来，这是往下的，你看，你迄个沙盘顶往下。啊，这个赶快，这个查某，伫沙盘顶管有啊，顶管放沙，不是放，不是沙啦，是迄落汽水，
木屑，木屑用技术夫往下来，嘿，安尼好，啊，这用胶签，这个胶签，好，这个往下安尼，嘿，哦，不止下，有哪些可以尾壶啊，热壶，哦，安尼好，过来第二种呢，除了文字以外，我是用语言，啊，模仿三太子，诶，迄个，比如讲，也这讲讲话迄个语调，啊，迄个像有姓名嘛，哦，啊，即个动机呢？通常是有固定的主神吼来降价，比如讲你是三太子的机身啦，咱讲机身，你就是三太子，吼，袂讲即届三太子后摆换迄个王爷，啊，佮后摆换耶稣，哎，啊，迄个叫笑的，吼，迄来看病啊，安尼，所以他通常有固定的主神，你是像的机身，就是护身就是这一个神明，好，安尼，好，过来，这是迄个用讲的，啊，直接用讲的，哎，爱讲话的时阵，迄声嘛赶快叫。迄、那个我们一般听不大懂，听无啥有吼啊，然后呢，干那大舌头安尼啦，好啊，边爱豆头都爱甲翻译吼，比如讲三太子你的记忆是安怎，你是不是吼？哎、哦，好，过来，啊，你头发现就讲，即个神明来护身，即个神呢弄什么神？神格较低的，哦，所以你要看卖起动了神明附身，都是什么神来？三太子这一光孙悟空弄这种的，哎。神格较高的神明不会附身，你捌听过玉皇大帝伊附身吗？迄绝对伪造的嘛，对不？玉皇大帝一个尔咧，拜托的，吼、哦，什么三观大帝、佛祖、观世音，这不可能啦，好、哦，这不可能来附身，好、哦，所以拢是神格比较低的，啊，神格比较低的神明才会附身。好，过来，上接看的济公，所以有当时庙会内底就看到一排拢济公，几排的呢，系啊，哦对啊，用心，伊个香规香拢食落去啊，哦，啊这嘛是济公，你看麦，嘿，啊嘛赶快模仿他的样子，然后沿路啉酒安尼啦，嘿，好，这嘛是赶快规排拢济公，好、哦，济公府诶当机，咱台湾的庙会内底嘛赶快啦，到处都是这个，过来孙悟空，你看穿这个型，安尼，你查某孙悟空，嘿，啊这嘛赶快。啊，服信了就穿孙悟空的衣服，你看没？哦，拢是神格比较低的。啊，过来上这个三太子嘛，三太子的机身大概上这啦，啊，50%以上。哦，你看没？哦，三太子啊，因为囡仔咬着奶嘴，好，这三太子，好，啊，这嘛是，过来，这女生嘛是三太子，啊，看伊的这个乾坤圈，啊、哦，好。过来，下面咱来看关东机伊的一个定数啊程序先啦。第一，通常是坐神坛头前，你听，坐在神坛前面。那户外就是伫神桥头前，用乌灵机咱怎看？甲遮掩，吼、哦，怕外邪会入侵，吼、哦，护身。然后呢，闭目，然后用香炉开始烟熏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你看卖吼、哦，开始用香薰呢，你看，好好一点偏。啊，你什么作用？催眠吗？对，其实催眠，好、哦，催眠的作用。好，这嘛赶快用香炉、香火好滴喷，好、哦，因为那个喷那个味，那个清净的那个催眠，好、哦，安尼好，香火喷了，啊，赶快用这个香好一喷，你看嘛，好、哦，好，然后呢，乌灵机，好、哦，给覆盖，啊、哦，安尼，你外口的时阵赶快用乌灵保护伊就对了，保护他。哦，安尼好，所以呢，开始击鼓，咱都听到，嘣嘣嘣，哦，念咒，哦，这东西催眠作用，因为它的频率是节奏是一样的，一里过来，所以了，伊就开始打呵欠啊，开始哈气，然后呢，空呕，要吐未出来呢，过来呢，开始摇头，好、哦，开始嗨，好，你看，对只，伊就开始嗨了，迄表示讲神明要。附身了，好，然后他全身开始发抖、颤抖，表示神要进入他的身体，好，过来就跳起来，迄个时候开始，伊就变成神明啊，好，啊，本来叫朱光旺，啊，起码就变成三太子，朱光旺当面插鼻，啊，那拄到三太子要甲拜，安尼哦，哎，无共，哎，好，过来，有，迄个每一个东西拢有迄个助手，昨天都我看到，啊，帮助伊起动、退动，啊，过来递送法器，因为迄个时候伊是神明。诶，平时是细汉的，但是即马附身了后，伊就是神明，所以你也较尊敬的啊，尊重他。好，这呢就是迄个助手啊，
助手在旁边做协助的工作。老师，你那搅拌机有在放吗？那小刀。嘿，比如讲，伊拄啊更靠尖啊，啉一碗米酒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呢。起动了后，那是母鸡，吼、哦，就是有用五宝，就是爱操五宝啊，操五宝对滴。庙的五个方位各用一种法器来制禅、啊、你现在看到这个气球嘛？哦、啊，安尼先来参五宝，表示展现他的神威，啊、展现神威、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就一定要忌讳，啊，为原则啦，嘿，好、啊，那破几波，破拢无会，边仔人替你破的，嘿，啊，这会较济，安尼，好、啊，那三九五宝，五宝呢，包括七彩剑。这个七星剑、刷衣剑、刷衣剑，这吼，哎、哦，过来气球，这俩，这两个气球，钉棍，这个，哦，乐府，好，这，咱即马开始来看，第一种，这是上界迄落啊，七星剑，啥物叫七星剑？因为钉棍你看麦，一二三，嘿，所以你来看迄落庙的吼，你迄落当起入庙，还是讲顶头的入庙，是伊拢会行之字形，有无？之字形呐，迄款就是七星剑，嘿，伊安尼剑，安尼剑，安尼剑，迄个其实，你看伊的形状甲这都同款，有无？安尼剑，啊，这七星剑，这砍哪里？背，嘿，哦，啊，第二，你嘛同用额头，过来舌头弄个腮，喏、哦，这七星，这是上，来，这个好哩。第二种刷衣剑，哦。两边都有，哈、啊，两边拢有诶。当然，我这是迄落伪造的刷鱼剑啦。真正刷鱼剑就是用迄落刷鱼的迄长门迄支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同款，吼、哦，额头、背，吼、哦，这来试看卖。太胖了不要喷哦，因为破的油会喷出来。过来，气球，这粒，嗯，这粒气球。这是较早九天利用的，九天以前嘛有，啊，即嘛未啊，即嘛无啊吼，嘿，好，那这种的呢，上只看的是背，吼、哦，啊，尾是干脆把它丢上去，然后咚掉掉，嘿，好，啊，这所以你啊看人咧操作是啊先个边啊，有当时啊弹起哩啊去用头去寻着，结果寻无着，掉咧边啊体头壳顶，哦，边啊咧搅到要死安尼，好，安尼，好 ，OK。这是气球，好、哦，哦，真的哦，不是假的哦，哎，嘿呀、啊，好，啊，这是小型的，啊、哦，小型的当然不是用超，这是直接放在家用那个刀啊，敲敲敲敲打进去，用钉的啊，给钉落去，哎。这当然是真的，因为你现在拿的东西都是九天民俗团顶头那个团体较早利用的啦，嘿，那后来他们戒掉了，全部都拿给我教学用，嘿，好。有、啊。哎，就别，因今晚无得操，嘿，因都怕过，因无得操档啊，这个钉棍，钉棍是用钉啊钉起来，有无？好，安尼，好，安尼爬，好。来，这不可以吃哦，嘿，嘿，好，过来呢，乐府的这嘛，啊，乐府，哎，这割舌头用的，好、哦，劈背，好、哦，安尼，好，这五行叫五宝，五宝，好、哦，五宝，就是讲庙，当地那到庙口的时阵，你要分别在五个方位用五种法器，然后开始破个老鬼为止，安就对啦，好、哦，安尼。袂使食哦。嗯。巴顿。无啊，这一般来讲，拢会放在庙遐，甲当作神器了拜。嗯。好，这是迄个啊、所谓的五宝五宝，来，你看卖吼。到庙口的时阵开始喷，这唔是哦，这是钉棍哦，钉棍哦，钉棍。好。过来，七星剑。嗯。来，七星剑，抄七星剑的时阵，嗯。所以七星剑是上安全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可看性，哎、欸欸，好，气球，哎、欸，
好，过来呢，这第一操用气球操家己哦，安尼好啊，这嘛同款，庙口的时阵用气球，所以刷鱼剑，这个真正刷鱼剑，我当迄支是假的哈，这支才真的来刷鱼剑，哎，嗯。我知道很厉害、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哎，好，过来，这是尾破，你看麦乐府，好。下家吼，下家是迄落玻璃，好，过来，其他的物件包括夹棍，这个就是啊，所以你要看吼。这赶快哈，额头、背部，哦，夹棍，来，你稍看卖无？不要紧啦，不用客气啦。脚棍、夹棍，都爱记啊嘿，迄个叫夹棍。好，过来，咱都啊看到真恐怖，迄就是铜尖，铜尖底下，上侪就是烤尖、钢烤尖，好、哦。这款尖本来拢更脆，到尾因为了表演讲，恁爸足勇敢的，更加啦，更白啦。以前唔是啦，拢是更脆尔，哦，嘿，有人要更无？拢无人要更吗？好啦，试看卖啦，这更的足怕的呢。对啊，两空啊，但是他容易痊愈啊，就对啊，一工就痊愈啊，所以免烦恼。啊，背掉了，更靠前背掉了，你啉水也是吐，没有，好啦，过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这鸡啊，句子，啊，这东西容易取得的呀、啊，你都话嘛，可能用鸡啊，挂鸡啊，拍鸡啊，拢同款啊，嘿，好，啊这，拢无那么差的哦，好，啊过来，直接用香啦，用香，好、啊，所以咱看麦。这是迄落钉棍，钉棍啊，这落脚棍，啊，脚棍、钉棍无共钉啊，甲啊，吼，过来，同款，钉棍、脚棍，吼、哦，各种啊，这嘛同款，用这个脚棍呢，攻击额头，吼、哦，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抄，很恶心吗？好，这赶快，草稿拢无看面，规个面全毁啦。安尼，哦，钉棍，哎，钉棍，哦，哎，好，过来，铜尖，哎，铜尖上接看的就是烤尖，过来这是后边，这你有看到吼，这是穿入去哦，穿进去，啊，穿进去了后，把可能五眼旗安尼。刚刚像咱心脏要出来是后边嘛，操我耳机啊，那嘛，他就模仿神将啊，那哦，好，哎，好，接完了，更靠近的时阵，哎，好，过来，接嘛，赶快，更靠近，所以用夹棍，哎，啊，这个勇敢，这个家己撑的，哎，自助式，哎，安尼，好，过来，接嘛是，等下看到嘿，哦。你看，迄五支，迄你只一只插入去哇，一只插入去，啊，这是迄落烤尖，铜针，较大支的，嘿，来，这支是特大号的，哦，这支较长，嘿，啊，你若拄着这看我们那个小龙人，小龙人去弄掉伊，看伊也吹啥口味，好，这个可怕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穿这大坑才有到入味啊！哎，来刷了了看，坑水就是安尼。但是它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就是安尼。好、哦、啊，只是这样子的哈、哦。而且鸡啊，锯子啊、哦，好啊、而且用香，不用香啊啊啊！其实感到呢，嘿啊，未咧，佫袂遮奇怪，嘿啊。
好，这假炮，甲起动了，甲规个炮往身上缠。嗯，代表伊的神威显赫。嗯，好、哦，展现神威，你看麦。啊，当机要来再行炮，因为这个时阵你是新兵啊，所以民众炮甲你炸，你袂使挨。虽然真疼，但是袂使伫遐哭，叫炸你看，哈、啊，咬着牙也要被炸，安尼，啊，好，背倒推，啊，当机。其实你去爬嘛袂安怎，你知啦吼？其实受力的问题嘛吼，对不？啊，是哦。系啊，系啊，其实没什么啦，没什么嘿。你好，伊的受力面积较快，伊、哦、就不会怎么样。对。敢那像咱顶啊一支破会破，那三五支都袂，要起几都袂，同款意思啊。嘿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是讲要做道场的时阵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过程，背倒推嘛。好、哦，过来。车轮，嗯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当然就很管啦。那是可怕啦，但是没有危险啦，嘿。而且赶快钉针床了，这有啊，六环哦，钉啊，钉完钉啊，嘿呀，对啊，表示伊神威显赫啊，哎，哎呀。老师，你说那个躺下去其实不痛？不会。我没有躺过，但是咱较早咱有讲过讲给。气球如果是一个气球放下去就会破了啊！如果是一整排就不会怎么样，赶快一数吧，因为它的受力面积是平均分摊的，嗯，所以别嘿，嘿，对啊，不会上大块工人啊，上当哦。好，这坐定义，坐定义，这种当机的出头，嘿，好，搁说嘞，这呢？背什么？后边迄车啦，啊，伊用迄个胶啊，甲肉拢胶起，安尼啦，安尼拖，哎，哎，会疼，不是袂疼，真疼。好，过来，自残了就是安尼，血肉模糊，嘿，血肉模糊，哎啊，好，就是这个型安尼啦，哈，哎，过来，你要看麦，骨型骨转会，哎，会愈侪表示力愈神威愈大，嘿，啊。对于当机来讲，表示你勇敢，你很勇敢，嘿，安尼，嘿，啊，无你想看卖吼，即个中辍生伊要比啥货啊？比成绩啊，成绩无通比，啊，要比啥？比高趁钱，还是比你社会地位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比看谁较勇敢嘛，谁较敢？是他们的职业。一般来讲，没有人以这个为职业。即个拢是社会底层，他平常都是在做，比方说土水的，嘿。啊，偷笑嘛有啊，做左耳头，不可能左耳头，一定左耳卡呢。嘿，拢是社会最底层的。用这样去等于他的工作赚钱，这个跟钱完全无关。跟钱完全无关。哎，这个不是赚钱。来，这叫受到肯定。哎、嗯，那个成就，你看我敢安尼，你看我规身躯全会，你敢？嗯，来。所以你也看卖吼，哎。规身躯全毁，这是自残了后的结果。嘿，自残之后的结果就是安尼。哦，过来要退档啊，退档的时阵吼，你要看嘛，这可能无几回。身体会后仰，好、哦、后仰，然后双脚离地。啊，迄个时呢，后边伊的助手就会帮他哦，回阿鬼。脚两只脚拢用起来后仰，就是表示讲已经退档啊。嘿，迄后边若无人个用到吼，都很马上脑震荡。嘿。啊，然后呢，操完当机了，大部分拢会规个虚脱，规个拢虚脱去，吼、哦。啊，问顿啊发生什么代志，伊嘛唔知，哎、欸，因为刚刚被催眠了，嗯，安尼，好，退档了后了，看麦，规个虚脱，哦，好，这嘛是退档了了，后边一定要人家扶掉啦，啊，若无你话伊后仰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，好、哦，所以被退档的时候，后边一定要有人个对吧？这个时阵表示神明离开他的身体，所以的话，伊迄个表情。有点痛苦的样子，好，安尼退档，嗯，好，这是退档了，鬼拢烂你，还画退档的，无伊袂画，但是迄个时阵人嘿，伊会知影伊讲伊讲要退啊，好，啊后边啦都要准备讲吼，伫、哦、后边甲扶着，唔通让伊跋倒，好，退档，嗯，退档了以后变成人，嘿，好，下面咱来看一下当机。
嘿，这当机你感觉伊真诶假？你催眠也可以，嘿，嗯，假动作，嘿，好，首先吼，咱来看卖吼，就是讲一般来讲啦，先来做当机，一般就是讲以背肌较轻，以背肌轻吼，容易被附身哦，啊，是讲神明指定那无多，因为我被神明指定的，不是我故意的哦，啊呢，过来他容易接受暗示，等于意识较薄弱诶，好，这款人容易被附身，嘿，你若意志很坚强。抗拒，他是没有办法护身的啦。哎、嗯，而且讲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根本不信这一套，你怎么会被护身呢？哦，就是安尼。好，过来，咱都讲过，伊拢是社会最底层遐人。你看到遐当机，拢是较早，拢平时拢是创啥？做铁工的啦，哦，做最低层、最卑微遐人。那一些人，他平常不受重视，不受肯定，啊，未晓读册，啊嘛，趁无食。啊，啥拢无，社会地位很低。啊，什么时候他会变成焦点？这个时候，地庙会行以当机，他是代表神的代言人。过来，起当了后，本来迄个朱光旺叫做索啦。起当了一个三太子，吼、哦，迄个时候伊不是朱光旺，伊是三太子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迄个时候你来，就是变成信徒信赖的对象。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一平时。啊，当然有迄个例外啦，啊、有一些例外，比如讲伊迄个专台湾嘛，挂一个尔嘛，做律师，吼啊，暗时啊去遐做当机、哦，那是唯一的例外啊。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子啊，一般来讲不是律师啊，对吧？一般都是做社会最底层的遐、啊，做工的啦，做啥遐人，所以吼、哦，现在伊也安尼做，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会被肯定，嘿，啊，都所以我都讲，咱这法师本来拢九天来的嘛。就九天的，九天那些孩子都中学生啊，伊平时嘛是安尼啊，嘛袂晓读册啊，家庭厝的烦恼甲要死啊，迄落吼啊，也厝里人看伊袂起啊，因为中学生嘛，国中都没毕业啊，对吧？嘿，那后来他们为什么不做了？因为打鼓，他在打鼓的时候得到掌声，他得到肯定了，所以伊起码无需要扣税。以前他们就是拿这个，你都话厉害东西呢，对吧？他只有在那个时候得到肯定。嘿，大家吼、哦，就大家拢伊家上好强，啊边啊大家咧甲拜啊，哦，我迄个时阵伊才有得到自我的肯定，啊嘛无经平时伊就是输啦嘛，嘛未晓读册嘛，无趁无食嘛，啥拢无安尼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这样做？安尼咱就大概同我了解，啊，你想那边安尼做，你不需要这样子啊，哦，你不需要啊，你本来就贵妇啊，你哪有需要安尼，对吧？啊！你本来就有成就，你老师你无需要用这个方式得到大家的肯定，你不需要啦。啊，他们需要这些人，无你要看卖这些人平时有人会尊重伊无？没有人会尊重他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，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个人。啊，只有这个时候他会。你要看，不止每年有庙会，他就会出来了。系啊，平时你袂熬练，啊，即嘛好，大家拢顾伊个边啊，听他的话。你要看嘛？你讲，自我催眠、自我暗示，他就也会这样子，嘿，安尼，好。因为一开始我就讲你是艺术家，你不是不良帮派。你要讲你是艺术家，头上就有一个光环出来。因为我说你们都是艺术家，哈、哦，国中没毕业的呀，啊，艺术家当然不可以打架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艺术家也不可以飙车嘛，哈、哦。你干嘛调个艺术家飙车？哦啊、为了成为好的艺术家，你要训练自己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建议他们背着三太子去环岛，几千几公里走，回来了后整个脱胎换骨了。啊，为了要训练你的体能，那我们一起去爬玉山吧。哎、嗯，安尼啊，啊，玉山都能爬了，你敢不敢跑撒哈拉沙漠？就这样子，回来了后大家都不讲，嗯，哎、欸，好，所以哦，这是其实就是讲社会有真侪人需要。对，对啦，系啊，啊，你若讲不良帮派，你用迄个警察局来迄个管制他，那他就这样子嘛，对吧？所以这看你按那个对待，这个人平时也无人会去注意到伊啊，过这个时阵，大家拢围伊边啊，等我听伊讲，迄个时阵有成就感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好，那当机感激呢？有真有假，我觉得应该少部分有一点点有真的。嗯
哦，够那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，因为咱无法度判断。系啊，好。我妈做一种那一种啊，礼物的时候，那不会就那一种就是记录的嘛。无啦，啊，伊那个泥屋自古早以来都有啊，宋朝以来都有啊，啊，所以他没有什么。那个妈祖刚开始一直我们加油添醋加工之后，嗯嗯，他们没有自残啊，一嘿，那个是没自残，没有自残啊，嘿，当机的一种对吧？查某当机的对啦，哎呀，这个大概没有办法判断讲，嘿，无多讲嘿。好，我都我讲过，来，咱来看卖哈，对嘞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看它的自残部位，对，背部，背部最多，对不对？那种款龙消背部，都是以背部，背部。肩膀背部对吧？这叉肩膀背部，顶棍也是背部，都是背部。好、哦，好啊、肩膀是背部啊，肩膀是攻击背部啊。迄、那个背部，你个情况买哈啊？这不是迄个致命的部位，这个不会是致命的部位。过来，额头啊，加额头，好，两颊。两颊穿针会痛，很可怕，但是会死吗？没事，放心。好、哦，两颊过来。所以也当然你讲，它自残的部位都不是脆弱的部位，比如讲心脏、目睭，伊的七色剑牙来讲，我买破胶，我干那边比较吵的。那你家吵的安怎？会死，对，会死。所以它攻击的部位不会是致命的部位，比如心脏，啊，是讲我来挖目睭。啊，那迄款就戆诶，迄无多，迄较戆，较戆死好啊啦吼。所以它不是脆弱的部位，致命的部位，不会是致命的部位哦。第二个，你要看卖手腕伊个弯度的弧度，我毋知有注意到无？好，你要看卖你的手甲遮。来，你的手吼，甲遮的时阵啊，是毋是会自动？就是甲遮，就是甲遮尔啦。就停了。安尼对无？所以它不会说。落袂着，哇，掉掉。所以当机伊家己操的是安尼，你的手腕到这里就是会停止，好、哦，袂使讲啊，无我帮你操来，我来教，不，哇，掉掉啊。所以他一定是这样子，手腕的部位到这里就自己会自动停止。过来，你有注意到，电管为什么要绑红线？这不是装饰用的呢，唔是讲安尼较好看呢，唔是呢，这是有伊的目的，绑安尼。插进去，顶多到这里，顶多到这里而已，对吧？啊，你若无红线，别袂就掉掉啊，你知道？哦，所以是有诀窍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嗯，啊，没，因为刷一点不要紧，因为以三角形嘛，所以落下去嘛是尖，嘿。尖端的啦，嘿呀，啊，好，你装叉入面嘛，是因为它刷伊严的，叫你当尔，对吧？伊袂较像顶啊，我顶啊超过来，规个拢落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讲，第一没有危险性，好、哦、啊，没有危险性，哈、哦，过来，边啊，咱都话第一看伊咧操蛋的是边啊，好啊，安尼就好，对吧？嘿，对啦，制止他激烈行为，过来。抄完了也用，都要让用用米酒个喷，对吧？喷米酒消毒机会嘛，所以这样就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你大部分你若照正常操当夜间红旗哈，是不会有致命的危险，哎，不会有致。它只是看起来很恐怖哇，鬼心骨转会，额头哇，舌头是吧？但是它并没有啊、生命的危险，所以你放心，要抄多少抄，好、哦，个怕跑个对吧？嘿，看。流血总比流汗好看，对吧？哎，安尼好，所以这呢，你看麦，往米酒里啊喷，哎，好、哦，给喷，这做消毒嘛，做消毒的作用，所以也不会感染啦、啊。哎，那较危险的是讲那个，咱用共同一把那个，你若有C型肝炎、B型肝炎，哎，叫感染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好，过来，这赶快哈，刷了后，用那个帮你机会。止血消毒，哎，好，过来，咱都讲啥来呀呢？伊伫这个这是暗示个催眠，自我暗示，上一个自我暗示，你喜欢买，你做当机，基本上你一定安呐相信，你不相信的人，回教徒根本变当机，不可能嘛，
相信才会被附身，你若不相信，根本不可能附身哦。过来，自我暗示加神明会，因为你相信嘛，第一你相信，你相信你是三太子的基心，你是三代你的王爷公的客囝，所以迄个时候你就容易被催眠，你会被催眠哦。好，自我暗示，我是三太子，我是三太子，我是三太子，迄个时候你就会变三太子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啊，你会当看到一个特色，遐附近的当地拢是民间常拜的神明。你看麦，啊，三太子这一公这上侪嘛，他不会来了一个什么碧霞元君，想那无那碧霞元君那也无来，对吧？有的唔知道，这个当地本身也知识没有，他不知道谁是碧霞元君呐、啊，哦，伊嘛不知道啊，谁、叫做什么东华大帝，哈、哦，说东华大帝就不会来，所以以你看这些人诶，以一般对宗教的认识就是。最常见的这样，三太子了，这一公了哈，所以这一些人就来护身。好、哦，啊那其他的什么什么神明就不会来护身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以暗示，好过来催眠作用。首先呢，第一心大，烧金纸，拢有迄个味，哦，迄个烟熏的味道。嘿，过来乌灵机烟熏，哦，用乌灵机砍落，哦，迄个时阵，哦，在密闭的空间内底，然后用熏，然后用脊骨咚咚咚。好，过来念咒，开始重复一直念，迄拢是你创啊，你给催眠，一直催眠，你给催眠，好、哦，营造一个幻觉，好、哦，你就会自以为你就会被催眠，然后就会进入那种状态，好、哦，过来，就赶快，你看你关灯的这个柜顶内底边啊念咒有无啊？然后前面就是神坛，这拢是情境的催眠，你伫迄个所在，你也。感受到那种气氛、哦、好，过来念咒嘛，赶快，好、哦，现在咒语重复的不断的啊诵念着，这个赶快呐，那你要催眠的时候，这里钟，然后底下有，赶快一直重复嘛，一直重复嘛，对吧？哎、啊，你就容易被催眠啊、哦。好，过来催眠了，你就开始起来，一听无，哎、欸。当然会听，那也袂听，哈、哦，但是袂遐听啦。想怎呢？因为伊被催眠了，伊也进入迄个催眠状态。催眠状态的时阵，伊迄个末梢神经反应就不会那么明显啦。安尼，好、哦、安尼，好。来，啊，当机现在存在，得咧宗教的需要，因为宗教它一定要存在，哈、哦。想哪呢？咱即马当时要过会，什么时间你要过会？什么时间点被开会？什么时间点要回家？谁来决定？当然不是由严钦彪决定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黑里群属要当机，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，神附身在他身上来代表神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要开会？什么时候要回家？所以仅仅时间呢，跟方位没有人敢决定，只有透过他过来主持仪式的过程。好、哦，不管是迄个开请注意啦，不管是迄个什么迄个仪。迎接有功啦，哦、不管是啥，迄、那个仪式的过程内底，谁来主持？当然不是由人啦、啊，所以一定是由啊、神明所附身的当机过来，跟神明沟通嘛是赶快啦，由当机透过当机代表我们这个庙跟啊、神明做沟通，当然袂使有理啦哈、哦。这些代志拢是凡人没有办法决定的啦，一般人无法决定讲当时要创什么代志，只有当机讲，哎、欸、啊，今嘛要创啊、哦，然后大家。信徒呢就跟着做，安尼吼靠一个依据。好，所以你要看麦，当时要出发，当时要啥，头前当机来啊，迄、个决定，吼安尼。好，所以赶快第一庙内底，今晚要创什么代志？今晚要入庙，今晚要回家，今晚要创啊？迄、那个先是当机来决定，吼安尼。自残吼，他起当了的自残。过来要入庙的时阵，伫庙口就搁自残；要走的时阵，要离开进前搁自残，安尼。等伊个引导搁自残一届，啊，哎，安尼，啊，估计用麻痹啊。不会不会，迄个时阵我做的东西，伊会发落组位迄落。哎、欸、对，嘿，好，过来，这同款吼，这咱伫当时要开会要创的时，咱无老决定，就交由他来做决定。阿拉伯没有人敢决定，对吧？好，那都话迄是主持一下业务的哈，哎，过来谁会求助当机？
慢性病、长久病，嘿，你看会去找当地治病。你若去互车弄到，会走去找当地无？袂啦。啊，你若去互车弄到，伊会甲你载庙的无？不会啦，伊甲你送去医院啦，对吧？去互车弄到，我无你甲送去妈祖庙，那个迄叫找死，一定甲你送去医院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慢性病这款的吼，这就是同款啦。如果咱都话讲心灵治疗嘛，就是安尼嘛。相信神明会保佑我，因为妈祖已经透过当机吼加治疗，我一定会好。嘿，心灵治疗，运势无好的嘛，对不？嘿，运势无好的安那，互你信，互你信心啦。较做啥拢未成功，啊，当机甲你化解，甲你解厄了后，你会更有信心啦。就这样子啊，嘿啊。所以我顶下讲我的学生考教师真是考五年考无掉，伊都要改运啊，叫当机改啊。改改了也充满信心，重新出发。你若无改运，你就对自己完全没有自信。五年考无掉，你讲要安怎？对吧？好，过来精神观两个啦。哦，躁郁症、焦虑症，迄卖掉了就安尼。伊怀疑讲后壁敢若有人伫甲对，有人整个的监视器伫甲看，对吧？啊，不要紧啊，迄真诶叫卖整，拢免整。当机甲化解了后，伊感觉我吼甲遐拢赶走啊，吼甲你负诶成分拢甲你赶走啊，安尼伊就。较健康嘛，对啊就好啊，所以你免去考虑讲啊，这敢真呢？这不用问啊，问那干什么？哎，过来风水啦、家庭啦、夫妻啦、事业，有问题会去找还是没问题会去找？有问题，对啊，当然没有问题再去找对吧？你甲恁人同刚刚较好，你去找当机公，我甲阮人先来安尼，对吧？就无人会安尼啦，所以会去找当机拢是无助者、焦虑的人，他无助吧，对吧？社会最底层的呀、啊。对吧？啊，这些人唔知咩求助无门啊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那求助当机不要紧，因为他代表神呐、啊，对吧？都、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会不会利用这个骗财骗色？会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啦。啊，但是哈、哦，在如果相较整个社会功能跟少数几个人的问题来讲，我们还是认为这样是必要的。哎，刚才像真济人问我讲，啊，你当年拢伫替大家嘛呢？啊，你唔知后边乌多，我乌多，我先来唔知，我比你较知，我来唔知。但是如果你看到，阿婆啊，跪在路边看到妈祖神教，目屎流，目屎滴啊，细细念，迄个时候我知影妈祖一定爱存在。我不是为燕京庙的，用啦，但是支持的对象是讲是妈祖啊，不是人啊，对不？所以这个是相较之下吼，这些人较重要啦，吼，因为若无妈祖，除了燕京庙崩溃以外，阿嬷嘛会崩溃呢。阿嬷嘛崩溃，这阿嬷崩溃较严重，因为。真侪民众是信赖妈祖，伊就是迄、那个依靠妈祖。啊，你若讲无，你若甲妈祖甲迄个威权甲拍掉吼，唔是我眼睛表会崩溃呢，阿嬷嘛无依无助，对吧？会变成安尼啦吼。所以这有人现在就是安尼，在这一些相形之下，我们宁可认为它存在的那个必要性呐，啊，存在的必要性，当地现在存在，也行为约束。伊是三太子的基心，伊是三太子的客囝，所以伊袂使做歹代志，对吧？因为你即款是，你我顶下讲过，讲九天遐囡仔就是安尼，得管九天的是啥？唔是什么团长，团长还不鸟团长咧，团长，遐大家拢中辍生，大家拢罗马囡仔，对吧？因为迄个训导主任叫三太子，这个囡仔出去外口做歹代志，当然唔知哪怪对头壳疼，无就巴肚疼，伊就爱过底下跪跪半点钟了才好，哎。我相信那是家己心理的压力，吼、哦。以前讲我拜迄啰神明，我袂使做歹代志。啊，伊若出去飙车，倒来就会开始迄啰啊，啊，无就遐会跋跋倒啊，你唔知哪怪，吼、哦。嘿，我唔知道，因为心虚啦，对。我相信心虚啦，但没有关系啦，因为这人基本上也做当机，表示伊相信。你若无相信，你就袂信啦。假使伊相信哦，伊若无相信会安怎？哦，做歹。对啊，我都对啊，我什么行业我袂使做，我什么代志都我都会使做啊，因为我上大啊，对不？啊！伊若讲后壁阁一个三太子，你甲看哦，那就不一样了嘿。可能会做歹代志，但是未歹，应该较严重嘿，就是安尼。哦，约束他的行为，所以这是必要的，是必要的。八家将关将秀嘛，同款啊，他会去跳关将手，表示啊，他相信嘛，对不？啊，无伊未去跳这啊。哦，好，建立自信哦，加自我的肯定哦，这做当机，因为伊是神的代言人，我是神明所选择的，所以我与众不同，我自己对自己更有。信心，肯定自己嘛，对吧？我不是那个说了，我不是无头用，我不是一无是处。你看，神明选我当他的客囝，表示你很特殊啊，对吧？啊，无伊也不会衰别人，对吧？
哎，过来信徒行为的依据，等他会当机哈做决策啦。因为咱我都讲真济代志，咱唔敢做决策。好、哦，当时要出发，当时要创啊，咱向来决定，没有人可以决定啦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不要紧，当机代表性命来做决策，做决定。啊，若无这个当机哈，你什么代拢免做，真正什么代志庙会内底真济代志无法度做。过来加强信徒的信仰。迄、那个当机安尼破家安尼会塞塞，啊拢无安怎哦？一般的民众会更虔诚，就是安尼，好安尼，所以这是伊的一个意义，哈、哦，好，过来，你看麦，破家呢啊，拢无安怎啦，嘿，所以阿妈吼更加相信，你看麦，人迄当机哦，破家呢，等于拢无第二天好好嘞，嗯，嘿，好，所以赶快，好、哦，好，过来，下面呢，咱们先休困者，稍等，要继续要介绍啥，观落音、看望，哈、哦、哈，啊，佮有迄个拔杯、Q 枪，啊，咱来介绍下，到底真诶假？好、哦，咱今日介绍主题占卜巫术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嗯，来，过来，除了拄下讲的当机以外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叫观落音，观落音、看蒙啊，当机这些拢是同款哦。到最后都是宗教的问题，到最后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你相不相信？相信就是真的，不相信就是假的。哎，都、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好，观落音什么意思？观落音的亲属借由落音的这个仪式，去阴间找已经亡故的亲人。所以你还没关楼，因为水珠光光是找不到的，因为他不住地下室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亲人用过心灵，思念伊，哈、哦，透过这个仪式，透过关楼因这个仪式，落去找伊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同款哈，你去参加关楼因一定啥，你相信嘛？你相信才会去参加关楼因，你若不相信，你根本不可能去参加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相信才会参加，所以呢，你会接受催眠跟暗示，所以你要看买关楼因的过程来对。对嘞，目睭捂起来，对不？对，安尼，嗯，然后边啊法师开始讲，也是一样，好、哦，拍鼓 ，sorry， 向前行，向前行，搁向前行，我即摆咧创啊，催眠，暗示，我即摆咧暗示，向前行，有看到一个石头桥无？有，有哦，有看到一个亮点无？有，有啊，对，因为你相信你在被催眠嘛，对不？好，第一。所以我都讲，你想，你相信的，你若无相信，你根本关袂落去。所以，这些人内底，唔是全部都下得去哦，有大部分是下不去的。哦、可能伊也质疑，敢真呢？敢真呢？安尼就关袂落去，因为你没有在接受催眠。哦、所以你要看，这看了之后一定就虔诚的、哦、一定相信，所以他就会被关下去。好、哦、啊，后边还得较铁气，一定要怀疑，一定要质疑，伊都关袂落去。好、哦，啊！你想我买关楼，伊咪规定内底，你怎啊要关？要去看恁阿妈，你心内会想啥？想阿妈的形象，你会想我无？未，对吧？你想我要死啊！好，所以哈、哦，你心内想阿妈的形象，想阿妈的形，然后佫加上你相信本身，你相信，然后你被暗示，然后自我催眠，你最后你就拄着恁阿妈。无你那，你现在拄着你阿妈，你阿妈，你乃无拄着我阿妈、啊。嗯，跟我阿妈无熟，对，都、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你唔捌，所以你未去拄着讲，我拄着好多什么好多台中市吼，讲、哦、一个中华路二号，哈、哦、哈，迄、那个，哈、哦、叫朱光旺，你未去拄着伊，哦，因为你心内想的就是阿妈，哦，所以叫观落音，观落音是你主动落去，哈、哦，好，第二种叫看梦，哈、啊，看梦是啥？是借由灵媒附身。附身的时阵呢，起来，好、哦、啊，然后嘿，蒙魂呐、啊，比如讲你阿妈对起来，啊，然后呢，跟你对话，迄款叫看蒙，甲蒙魂，你阴司地府甲牵起来叫看蒙。那看蒙在台湾当然有两种，一种是看蒙瓜丁，看蒙瓜丁就无讲啊，哈，看蒙瓜丁是啥？是这种的，这种叫看蒙瓜丁，哦，唱看蒙瓜，这是人南部地区呢，南边个别是正是暗。请看蒙瓜丁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迄个出山迄天，你有看嘛？对蒙蒙阿波嘛，吼、哦、啊，要甲蒙魂牵往西天极乐世界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开始唱啊，伊的迄个过程是安尼吼，即款的看蒙是看蒙瓜啦，甲咱拄仔讲的看蒙无共，吼、哦，伊的过程就是讲请神啦，请神落来要保护蒙魂去哩西天极乐世界。第二段就是慰亡灵，安慰亡灵。后壁规规做一阵，然后看蒙伫遮，甲你讲吼啊，迄、那个安慰亡灵吼，甲迄个蒙魂讲啊，主公公望吼，即、哦這个
人拢会死吼、哦、啊！这个你看卖什么王永庆嘛死啊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哎啊什么？迄个苹果电脑，迄叫啥货？哦，贾博士啦，贾博士啊，黑牛嘛跳伊啦吼，啊，啥货拢啊拢死了了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、人拢会死啦，啊，所以你就好啊好啊去安尼啦，安慰亡灵吗？不是，安慰遗嘱。亡灵有没有听到？我不知道，后面的遗嘱全部都听到了。所以这不是你安慰王，是安慰遗嘱。好，现在要起庭啊，好、哦，起庭啊，要来西天极乐世界，好、哦，啊，就开始唱啊，哈，恁人讲啊，马啊、狮啊、牛啊、狗啊、大鱼哦，马超鱼啊、狗啊，提出来拜，啊，碰啊，你的碰，狗啊，我的狗，缸啊、灯啊、开啊、花啊、鸡啊、其他大啊，哦哦哦哦哦，开始看啊，主公我有跪求哦，啊有啊，啊。就一无敌人在床下个砍，好啊！就开始下什么草啊、布啊、路啊、边啊、草啊、青青哦，草啊、布啊、路啊、边啊、草啊、好啊、叶哦，行你就行过桥，行你就行过桥，经伊来是因啊做啊去哦，经伊因做啊是过路费哦。主公，我有过桥无啦？有啊，你过好啊，安尼好。第一看门的过程，过来第二站叫做游十殿，游十殿，游十殿什么意思？十殿阎罗。带亡魂，带主公王来这看，你来看这第一殿啦，哦，叫秦广王。你若在生讲白贼来这，就要挂税基。哦，第二殿啊，楚江王。你若在生不好，你来这，你就要安怎？好、哦，带亡魂来游十殿。啊，其实这内容你创啊？跳，到后壁规条遐讲经过，你若讲白贼，你就来这，就要安怎？你若不好父母来这，你就会落油顶，对啊？规个后壁现场解构自身的百几个。都给你，哎，这个游石殿，游石殿了后，终于行到迄个什么梦想台啦，你就爱个好啊，这个即世人就结束啊，恁就爱袂记哩吼，放我袂记哩啥货吼啊，这里重新开始了啥吼，好，过来到西天极乐世界啊。主公，我有向看恁西天极乐世界，这個、我不敢确定啦，但是吼、哦、家属心里放下了啦，因为吼、哦、虽然阿妈已经离开你啊，但是呢，伊起码伫西天极乐世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隔壁在妈祖，这边在佛祖，楼顶在土地公，伊若要拍麻将，二个电铃四卡拢交交，所以恁就免阁烦恼啊啦。嘿，所以这款看望你嘛问我，无需要问讲真来假的，他最主要目的就是安抚遗嘱嘛，对吧？让你较袂遐艰苦，较袂遐唔甘啦，因为伊即卖已经伫西天极乐世界看望，吼、哦，这是看望，所以你演出的时阵，这是台湾的民族舞蹈，嘿，好。这法师，好、哦、啊！法师的对面呢，因为在行进的时候爱倒退行，所以有一条歌叫做倒退路，就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安尼好，这是迄个法师，好、哦、啊，青色代表人生的迄、那个年轻的时候，哈、哦、啊，各位迄个黑色，以前服装不对的哈、哦，黑色代表人生的三个不同的阶段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是今天是啦，每一个人拢有拄到啊。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事情，就是人皆有死，大家拢会死。管你去外好嘢，拢来死，哦，所以恁死定。好，这是看望挂灯，看望挂灯。另外一种看望，就是咱都讲的这种的，这个看望灯，伊真诶假的？唔知啊。嗯，那真诶话，咱就免，我们就不需要警察局了，你知道？嗯，直接问。对啊，你都看尹清峰那个看起来讲谁杀了你，马上就破案啦、啊。那我们还警察局干什么呢？台北市警察局该做。台北市千王局，什么悬案未破对不？大家嘛破啊，但是伊个目的呢，就是安那，咱怎讲话，就是最主要功能就是安抚遗嘱，安抚迄家属的啊，因为失去亲人的那种悲痛，吼、哦，佮看起来了后，吼、哦，当然伊两个人看起来，看袂起来，就是都已经都十八层地价啊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哎、啊，伊即马吼虽然已经离开伊，但是即马呢，在地下室都过了真好啦，嘿，啊，过找含恁阿公嘛拢小度啊呢，嘿，伊拢安尼讲啊，对啊，啊，甲因爸爸妈妈、恁阿祖啊，因拢住斗阵，安尼咱是毋是较放心？对啊，就是安尼，较袂遐艰苦，这是上大意义，只要有效就是真的，嘿，所以千万不要去考究说这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无意义的代志吼，安尼好，过来，下面呢，占卜巫术来滴，过来求签卜卦。同款意思，嘿，咱有讲过讲，卜卦，抽签嘛是卜卦啦吼，嘿，
这里、个，这种类真多，第二叫宝贝，宝贝，你会感觉真奇怪，甲咱的代志吼，用宝贝的方式来决定，这感觉这个荒谬，嘿，对吼。但是你也知为什么安尼做？宝贝想买几率偌悬？50%，无想买几率偌悬？25%。够25%笑杯不算 ，NG 重来，所以安尼啦哈，从几率上来讲 ，yes 的几率50 ，no 的几率是25。嗯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宝贝其实呢，得到肯定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啊，你不管宝贝要问什么代志，是不是你已经拢做好决定啊？我想要改行，我要转行，啊，就心里不安，啊，唔知到底好转啊，唔好转，再去问姓名对吧？啊！你本来就打算要转行啊嘛，对吧？對，所以去博，博了想买，是不是更有信心？万一若博无买，你会不会放弃？不会，你会继续博，对吧？啊，是不是爱安怎做安怎对？啊，博，哦，啊，是不是爱安怎做安怎去博？对吧？所以我定记一个例嘛，大家妈做真香，谁来决定的？博杯决定的啊，谁决定的？人决定的嘛，对吧？人先决定讲拜五暗时十一点出来，好不好？万一没想买，要安怎？买去啊！十点零五，十点十分，十点十五，十点二十，对不？敢会博无买？无可能！你博500个拢无想买，真的是神神机。嗯，对。那一般来讲，袂安尼，哈，已经博几个了，就会想买啊嘛。哦，安那省你就几个，所以迄类变得加强信心啦。你若要转行，恁厝会反对，你就出去问妈祖嘛。哦，跟问讲啊，无我转行好无？博嘞，无想买，是毋是伤紧？无我明年再转好无？搁博嘞，第二可能想买啊。啊，搁无买哦，要紧。明年想换啊，无6个月了好无？搁博嘞，6月嘛无好啊，是毋是4月？搁博嘞，4月就想买啊。妈祖只是4月是爱转行。你知影这一定爱用，民间嘛同款。咱拄着什么道路的拓宽，啊，拄着边啊一个庙，吼、哦，土地公庙。你若应用公权力强制拆除会安怎？绝对抗争，民众绝对跟你抗争。你敢拆神明的庙，对不？啊，你若讲用跋杯的方式，甲土地公拜托，讲为着大家安全，我甲你刷来那边，我无个跋看卖，跋无杯啊无那边，啊个无杯啊无这边。啊，若神明同意，大家拢无意见。你若无经过这一道程序，你直接应用公权力的强拆，你就是拄着抗争，你去看卖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所以跋杯其实最主要加强信心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不要问说这个麦地亚猛攻啊，这敢接呢？好好笑啊！把自己的前途用这样的方式决定。我咧讲，我即马娶迄个某，就阮母啊，宝贝搬来。真诶，我无咧骗。啊，谁来遮荒谬？要娶某用宝贝？安尼啦，因为阮妈妈知影吼，我含迄个查某囡咧交往，对不？她知道我们在交往嘛，所以也去宝贝讲，阮囝含迄个毋知好啊，唔好安尼个播看卖对不？啊，就想买就真欢喜啊。阮妈妈未无代无二招，未讲阮囝甲林志玲毋知好无个播看卖，干咪安尼？没啦，我阿无萧强嘛，不要紧。万一若搬想买，我看要安怎都好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拢是搬买，就是你经过你自己已经有盘算了，你再去搬买。这个动作叫做加强信心，就这样子。因为妈祖同意，妈祖答应，哦，所以一定无问题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不要问这个，你莫用这个迷信啊，超好笑的。恁爸爸妈妈，伊可能就是无受过高深很好的教育，所以他会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他这个行为就是建立信心，就这样子，因为妈祖答应了嘛，好、哦，所以不要问这个才真来讲嘛，没不要认为这是荒谬的啦，好、哦，就是安尼，好，抽签嘛，赶快呢，捌抽过签无？嗯，你敢无得无至少去抽签？你拄着，你要去抽签，一定是拄着啥抉择，唔知要安怎较好，对吧？还是讲啊，足事业拢未顺啦，最近运势足歹，好、哦，啊，就去抽签，对吧？你未讲食饱用用，我无食饱来。无下课来去抽签，应该不会这样子。会拄到迄落代志的时，唔知影要怎做决定。啊，抽签四个人我哪下？模拟雅克。对呀、啊，伊会甲你讲，你完了，你毁了，你归世人剪脚，归世人跳脚啊，无可能安尼下嘛。伊嘛无可能讲你永远不会成功，你这一辈子完蛋了，袂安尼下，拢是安尼，拢是模拟两可。啊，模拟两可结果都下来，最后都是总是会改变的。像解水，你家己解水嘛，对吧？哎、嗯、呀，这到底好啊歹，蛮在的对吧？嘿，所以这嘛是同款哦。
以最后一句大概都会讲吼，哎、欸，事情总会有转机，事情会解决啦，好、哦，阿吉安娜哈，都是安内嘛，哎、欸，当然事情当然会解决啊，一定会解决的嘛，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赶快啦，安抚心灵，好、哦，啊，另外一种叫有签嘛，好、哦，咱另外讲有签会吃错药吗？保证吃错药，一定吃错药，我的天，嘿，但是。没安怎，因为拢是药性温和，保济丸呐、啊、金石治胃肠药迄款药啊，所以你去会去抽药签，大概是什么款病？慢性病、常年病，对吧？我拄仔讲个药签弄着，伊无可能上个妈祖庙，对吧？不可能，哦，一定是慢性病、长期病。你去抽迄个签的内容，吃迄个药啊，嘛是赶快安抚心灵，好、哦。所以你那着重。那个严重的感冒会不会去抽签、抽药签？不会，嘿，你一定去买丝丝胶囊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慢性病、长期病，你去吃这那个抽那个药签的时，万一你若讲，我都我讲的讲，拢一定会抽，拢一定会吃了唔着药嘛。因为他抽签很简单，就是几率问题，几率问题。六十手里面，即个抽到，即个抽的可能无同，嘿。啊，那个有可能那个那个喙齿痛去抽到副结义。因为不会，因为里面没有那种药，嘿，还是讲抽，吹气听去抽到竹爽，不会，放心好了。一般情况有签，伊个甲你分科呢，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妇科，甲你分科哦，嘿，啊，无分科嘛无所谓哦，是哪？因为拢是药性温和的，啊，感冒吃金石治胃肠药，干咩安怎？嘛袂安怎啊？对啊，袂好呢，袂安怎啊？一定袂好的嘛，嘿，嘿。香港脚抽到金十字胃肠药嘛，不要紧啊，是袂好尔，对不？就是这样子而已啦。所以这里有钱嘛，赶快哦！伊最主要是在抚慰心灵，所以这东西安尼吼，需要的人都好啦，嘿，安尼好，这赶快啊，开温啦，点滴啦，吼、哦，背字啦，手上、面上、摸骨这种赶快啦。其实说穿的是安抚心灵，心灵的安抚，这就是咱的心理医师，伊跟你讲不要紧，你。哎，你后摆吼一定会好，哦，你后摆吼，你一定会大富大贵。算命就是安尼啊，台湾俗语安尼讲，讲算命无保，食水都无哦。算命若无甲你讲，你后摆大富大贵，伊讲啊，你无效，你扣家噶，你无效呀，随个变大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是要去啊什么？要去考试下对吧？所以呢，这种赶快呐，心理医师来，弄心理医师哦，安尼好，这是迄个啊、咱今日第一单元，好、哦。过来呢，咱们介绍是台湾的这个文创，叫做电音三太子，好、哦，而且有传统嘛，现代，咱来看电音三太子哈、哦，来，等一下哈、哦，来，电音三太子，好，那我想这已经是变成台湾即嘛吼，各大庙会内底拢一定看会到的，哦，非常红的一个迄个。顶头啊了那电音三太子他到底怎么来的？好、哦，来电音三太子，来爹爹，这是三太子，这个新名的，每一个庙内底拢有。哎、嗯，绿楼车，为什么？这是台湾最早的飙车族。对。嗯。哎，好，三太子是台湾民间普遍的，以什么信仰？民间信仰，民间信仰啊，它不是什么道教，它最平易近人，因为儿童造型活泼可爱俏皮，所以你要看嘛，就是型平易近人。伊个一般的型无讲，一般的型名我威严。妈祖例外，妈祖是因为是妈妈嘛，所以慈祥、哦、啊，其他拢是安尼吼啊。这几年吼、哦，电音三太子结合了电子合成音乐，变成所谓电音三太子。所谓的电音三太子是什么意思？三太子的神偶加上电子合成音乐，所以叫电音三太子。哦那伊变作是咱台湾上个有特色的民俗的顶头，所以呢，民间庙会、康乐晚会、什么商品促销的、什么竞选活动啦、吼、什么文艺季、市运会啦、什么博览会，全部拢有，好、哦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，所以这几乎已经最足以目前最足以代表台湾的意象了。好、哦，电音三太子呢，想啦，因为神明跳街舞，其他宗教没有，其他宗教绝对没有什么神明在跳街舞的。你若甲阿拉走去跳这吼、個，绝对甲你讲，伊绝对甲你爆破我哩讲。好，过来，一代表啥？传统的信仰结合现代的热门音乐，所以是神圣世俗的融合。神圣的一般性神明，世俗神明的跳舞啦，哦，所以它又神圣又世俗，
哦，啊，变成即卖庙会流行文化，所以在每一个庙会里面，即卖吼出现最多的大概就是电音三太子，电音三太子，好、哦，比电子琴花车还多了，哎、嗯，安、欸、尼好，这是电音三太子，你看没？三太子的形象，可爱的形象，啊，你看戴墨镜，对吧？戴好也没有一个神明是这样子的装扮呐、啊，对吧？嘿，啊，加一个牛铃出呀，因为只有七岁，好、哦，好，咱首先来看。三太子他最原始的形象，最原始的形象是谁造型？来，他是佛教的守护护法神，所以这可能真侪人唔知影。所以三太子本来是啥？佛教的，佛教，伊本来呢是属于佛教信仰，是四大天王里面北天王的第三个儿子，所以叫三太子。啊啊，这里、個、北天王啥？佛教里面有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就是一个提剑，啊，提一个提琵琶。啊，提一个提迄落雨伞，啊，一个提一尾小龙，叫做风调雨顺。刀剑的剑锋嘛，调就是琴嘛，雨就拿雨伞嘛，啊，顺的小龙很温驯哦，安尼。伊是来对北天王的第三个儿子，哦啊，然后呢，原始讲啊，捧塔长随天王，哦安尼。来，那个看卖吼，三教源流收成大全来对，你要看哪吒原始形象上，玉皇驾地啊。阳大帝驾下的大罗天仙，身高六丈，所以跟咱今麦讲的完全不同啊！身高六丈哦，六丈哦，过来，三头九眼八臂，六丈，而且三头九眼，看起来跟那妖怪就对了哦，安尼，嘿，安尼啦，啊，后来因为什么世界都魔王了、啊，玉帝命他降凡了、啊，等等，好、哦，也托他去李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，好、哦，这已经是明朝啊，所以。原来的时候，他只是那个这里佛教里面的护法神。好、哦，那过来呢？咱即马一般民间对李罗车较熟的就是罗车脑当海嘛，哦，脑当海太优良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又射死石矶娘娘的儿子。好、哦、啊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伊老爸真生气啦，到尾哪吒安怎？挂肉行刻骨行爸母，哥挂肉行母刻骨行爸，表示啊负责。家己做的代志，家己担当。好、哦，我就啊，把自己肉啊下下行老爸啊，老母啊刻骨行爸。好、哦、啊，然后神灵归于世尊之侧。世尊什么意思？释迦牟尼佛啊，因为他能够降魔，所以呢，用那个用莲花帮伊化身，用一粒莲花帮他重塑形体。好、哦，这是那个啊三教源流来的功法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伊吼、哦、法力高强，神通广大，所以呢啊这里、个。被异地封为啥？什么36元第一种灵石，永镇天门。所以这类异，现在咱台湾民间的迄、那个五爷内底中大元帅就是三太子，就是因为安尼这个观念来，好、哦，因为他就镇守天门嘛，好、哦，对寺庙的守护神。好，这是三太子的造型，卡塔红飞轮，这阿未到阿未到咱民间办的传说。好，三太子，因为他最原始就是护法神，所以他的形象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小说跟民间戏曲来的李罗虾侠呢？啊，那一般来讲哈，对迄落迄落李罗虾的认知都是小说跟戏曲。哦，好，第四回过来第83回，你看嘛吼，三太子啦，去游东海，去东海，好、哦、去遐佚佗，结果呢，这里、个、踏倒水仙宫，抓住蛟龙抽龙筋，好、哦。啊！李靖吼，惊讲啊，唔知去何伊连累着啊，所以要甲抬，所以就挂肉行母，刻骨行爸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灵魂去到西天极乐世界求告佛祖啊，佛祖再配莲花化身，这是《西游记》的版本。好、哦、啊，后来呢，这个版本咱民间传说内底就无啊。罗车吼、哦、要抬李靖，要抬老爸报仇。好、哦、啊，李靖啊，走投无路，就走去找佛祖，佛祖才赐予黄金宝塔啊。然后，和罗车认。佛祖做老爸，啊，然后再化解因的仇恨，好、哦，好，这是迄个《西游记》的。但是咱一般来讲，拢未讲到这個，是啦，因为咱无法度接受这个观念，就讲囝要杀老爸报仇，这个大概所以在台湾民间不见了，好、哦，过来《封神演义》来滴，这是较早，这是咱一般来讲吼，什么布袋戏啦、歌戏的版本弄这樣，弄这樣，伊是天顶的灵珠子出世。哦，啊，然后脱胎以李靖的因太太的巴肚，啊，然后呢，怀孕3年6个月才生产。三年，咱顶下讲话，甲妈祖同款啊，
妈祖怀孕18个月嘛，啊，恁拢怀孕10个月，所以恁输啦嘛，啊，人变成神明了，所以怀孕越久越伟大，吼，安尼。啊，产下一颗肉球、肉球呢，因为伊是灵珠子，一粒球，吼，啊，你呢用剑遐刺甲插，啊，结果呢就变作一个，哎，即敢若淘汰人呢，淘汰人翻本，对吧？吼，啊，然后手提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乾坤罐，就唔是甜甜圈哩机啊，吼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啊，有一个混天绫，就是伊顶管的迄、那个，敢那像围巾的咧，混天绫，哦，因为他是天上的神仙转世。结果呢，太乙真人，哦，太乙真人修一座土地，啊，甲合作罗车，七岁的时阵呢，去九龙河遐洗身躯，取出混天绫遐洗，结果这是先天的宝贝，结果东海龙宫震撼，海龙王就派孙海牙车上方去看卖，结果去拍死，结果呢，龙王海龙王的三太子呢，结果敖丙过来前来。兴师问罪，结果又搁去拍死啦，耍了搁啊酷刑是安尼，抽他的龙筋，光要给迄个李靖做腰带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严重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，哦安尼，结果东海龙王去找李靖啊，这个理论，光要去甲要上奏异地主持公道，哦，啊、结果呢，李罗车先到迄个南天门遐去啊拦截，去啊拦截，啊然后搁甲拍败，搁家己个亮片吼，海龙王个鳞片甲拔过来，结果呢，哇！李罗车搁摕什么？这个陈塘关就是迄个李靖修迄个关啦，镇关之宝乾坤宫甲震天剑，有个误杀石矶娘娘个土地啦，然后又到尾吼啊，反正就是安尼乌龟龟鳞片嘞。到尾东海龙王联合四海龙王去要找迄个玉皇大帝告状，吼、哦，要掠李靖个老爸老母。哦，这个抵罪，所以伊有咧要片面连累父母，所以呢破刀，然后呢，甲肠啊流出来，啊下骨下背啊幸好伊老爸老母不累双亲呐，啊双亲是亲双哈，啊所以表示讲伊家己做诶代志家己担当啦，好、哦、啊死了后呢，托梦吼伊诶妈妈叫入庙啦，啊结果李靖吼将足生气甲庙毁了，李罗车呢求助他的。师父叫做太乙真人啊，哦、用莲花帮伊化身，佮赐伊这个火箭枪佮风火轮，所以七岁尔，所以严格来讲就是无照驾驶。七岁风火轮当然是无照驾驶哈。后来呢，伊找老爸要报仇，李靖去要追杀，走投无路，结果燃灯道人用啥宝塔佮镇压，哦，所以因两个和解。这是迄个小说版来的哪吒，好、哦，咱台湾的国戏不管你搞了伊什么戏来的人物。拢罗车老东海剧目，吼、哦、啊，主要剧情拢讲，啊，过来最后拢是莲花化身，但是没有这个无，吼、哦，因为咱这反映咱台湾的伦理观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，所以在戏剧里面没有杀父要找老爸报仇这件东啊，好、哦，大概拢莲花化身到这为止，啊、哦，大概就是安尼。那到尾啊吼，咱都讲的伊是迄个佛教的，哪吒到尾彻底道教化跟中国化，嘿，所以。哪吒佛教印度的信仰传来到中国了，变成中国籍的老爸，不是北天王，变成啥？李靖，所以换了国籍，也换了爸爸，换得很彻底、哦欸、好啊，一起小都去搞。但如果讲，最早是佛教的护法神，可是现在佛教里面有拜哪吒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拜哪吒，所以一起经典型的民间信仰啊。变成民间信仰啦，吼、哦，佛寺内底无滴佛师三太子，顶多是咱民间信仰的道教内底，大家庙一定有三太子，因为伊就是啊，这个中大元帅、五营兵将的总司令，吼、哦，安尼好，过来台湾的哪吒信仰，伊是多功能的神，对嘞，中坛元帅，所以每一个庙都有，每一个庙一定有这个中大元帅，神兵神将的总司令，第二个又搁变成儿童守护神，为虾米？儿童的形象，第三又果是职业驾驶的行业神，因为卡打红灰轮，嘿，安尼好，过来转台湾的庙宇内底拢有五爷平将，每一个庙一定有，吼、哦，安尼好，这个五爷平将，啊，中这个就是三太子，好、哦，五爷平将，好，这嘛同款，中就是三太子，吼、哦，安尼东西南北中叫五爷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济庙的吼是用四偶，抱着去羊仔头，啊是用鸡仔，吼、哦，用。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安尼，吼安尼，用这个鸡啊来取代。啊，初十五时，捌听过扣棍无？领导有咧扣棍无？扣棍就是犒赏
神兵神将叫寇军，因为这些神兵神将平时底下甲咱保护，保护咱的主征讨，所以要感谢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啊，吼、哦，五羊兵将，好、哦，好，五羊兵将来对，你落车，你只，哎，好、哦，中坦元帅，神兵神将总司令，哎，好，啊，人会感觉足奇怪，讲啊，谁那谁做啊？那个神兵神将的总司令是一个七岁的小朋友，因为他最原始的形象就是佛教的护法神。哎，所以会变成囡仔，叫囡仔来统领神兵神将是安尼，好安尼。过来，儿童守护神是安怎？咱台湾最早儿童守护神啊，七仙牛嘛，保驾这种儿童守护神称某啊，因为伊年纪小，而且儿童的形象，所以后来牵扯到变成儿童的守护神。哦，所以伊的这一片吼，你留下来这一片跟一般姓名无同，糖果、饼干、棒棒糖那一嘴，你们有冇看过无？拜你留下来的时阵拢拜些玩具啦。哦，甘露啦，因为小朋友爱耍嘛，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好，啊，大家妈祖进香的时候，民众定来用厝的迄个囡仔奶嘴甲伊交换嘛，对吧？咱顶下有讲过，哎，啊，那得病就是沿路的民众拢得病，小朋友拢得过，因为阮兜换恁兜，恁兜过换恁兜的，大家拢讲好未？好、哦，安尼，好，这是三太子，可爱的三太子。好，那过来职业驾驶的这个守护神是因为风火轮的关系。因为风火轮看个个轮胎跟那方向盘，所以这个游览车，咱凡是咱去宜兰的时候，你就看上车的时候，你看游览车头前就放一个三太子，嘿，放一个三太子啊，逐天要开车进落个拜，拢放在车的上头前。那发生车祸，他如果没有尽力的保护我们，万一发生车祸，第一个撞死的是谁？就是他，因为他在最前面。哎，安尼，好，好，这原来的这里。驾驶的守护神是九天仙女，即马变三太子，即安尼看出来，看出来，即玻璃，你要看蒙蒙安尼吼，即类的玻璃外口翕翕，即类游览车头前拢学晒三太子安尼。好，过来，电铃过来，这是咱本来的有诶一个民间信仰。过来，电铃三太子的形成大概2000年左右，本来无这个名称，当时开始有这个名称，2006年，所以有电铃三太子这个名词到现在8年而已，8年啦。所以你以前有冇听过嘛？哦。来，台中市台客摇滚嘉年华，迄个时阵吼，开迄个记者会，开记者会的时阵就请电音三太子给他跳，哇，哎，记者拢感觉足新奇的，哎、欸，三太子过要跳热门音乐，啊，但是这叫啥货？问讲啊，恁拄啊表演的迄段叫做啥货？也不知道叫什么、啊，因为他是三太子结合电子音乐，所以他就变成电音三太子，所以这个名称2006年在台中形成的。好，那。电音三太子的形成呢，是安那形成三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呢，北港太子会，安那讲，就是讲吼，来吃太子会吼，创团的时阵呢，参加北港妈祖进香啊，因为游行的时阵吼，没有音乐，因为较早咱台北嘛有三太子啊，三太子游行的时候也没有声音嘛，就这样走路啊，就单调。他们就认为说三太子是儿童，所以用啥？用两只老虎，一只蛤蟆，然后做配乐。哎，啥？因为他小朋友的形象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三太子出来时就讲，两只老虎啊，还行，足够水个嘛，对吧？更可爱，哦。那大家就随着儿歌跳舞，嘿，安尼。啊，请问吼、哦，既然，哎、欸，这可能无时间听吧？有啊。所以这是最早版本的电音三太子，不是用电音，是用什么？童谣。好，未使阁听，无咱就明。来，结果吼，你个想看卖吼，啊，即马会使，既然可以用那个两只老虎，啊，是哥哥爸爸曾威达，那既然可那可不可以加上流行音乐？可以。童谣可以加进来，流行音乐就可以，就加上什么呢？比方说"三千又三千"，对吧？啊是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会使啊，因为童谣可以加进来，那流行歌当然会使。好、哦、，sorry 嘛，不要紧。啊，既然可以加上流行音乐，那可以不可以加上热门音乐？可以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就这样形成了。你若直接要用热门音乐，可能一般的民众不好接受。为什么三太子来跳热门音乐？但是一经过一个阶段，先童谣、热门音乐，这个热门音乐就没问题了。好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好，然后到尾开始跳电音三太子，就是安尼。好，
这里是迄早期吼，电铃山奈子相接跳的，就是这条，比如啊，你是我的花朵呀，嗯，啊，嘿，好，你来想象一下，电铃山奈子加上这样的音乐啊，嘿，好，接着下。这种音乐最适合是摊赛子，好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三太子加上流行音乐，哎呦，好，这嘛是第一个阶段。好，三太子会使加《爱的初体验》，妈祖会使不？你袂使，关圣帝君会使不？袂使，绝对袂使。啊，谁那歌也使？伊小朋友，所以他本身比较没有那种严肃性，较无迄个限制性。你若用耶稣甲加做个音乐，你叫信徒甲你惊喜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安尼，当然你若用阿拉，你们家就会被炸掉，你知影、欸？好，这第一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是破主的第一三太子，伊讲吼，2006年的时阵呐，吼，是安那，伊伫因迄团员吼，伫倒位啊？伫网络顶面看到电视节目表演，然后战斗舞啊，战斗舞很好玩，很有趣啊。他们认为因本来咧跳三太子啊，那我战斗舞加上三太子唔在赛不？那也没赛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限制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呢开始呀。2005年时哦，盐水风炮，因就出动13尊的电铃三太子开始咧跳，13尊啦。结果吼、哦，一个迄个美国观光客，把迄个影片录起来，啊，甲放咧铺上网上，哇，要求啊，全世界拢看到。台湾的市民也要跳舞，那不得了。哎，安尼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请了算咧混音啦，吼，当，吼，啊，然后就开始啊，即个讲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看电视、看网络的关系，啊，这是第二个版本，好，这是破柱的点灵三太子，后面是因为三太子有三个，金车、木车、罗车，嘿。好。好 ，OK。过来第三个版本，九天的版本呢？九天，咱知影伊早期拢庄寿生，咱都有讲过吼，庄寿生无去用关出来诶吼，啊，即规日即出头拢我建议引起诶，哎呀，啊，我有讲我受了报应，就去爬玉山，对啊，你也去啊，啊，就跟三太子，结果本来三太子因团长呢，甲玛丽也要跟，结果去啊一个高山镇，一个卡丘金，三太子啥无人跟，啊要安怎？就是我去跟诶啦。最好是我甲跟起哩，哎，好，这叫报应，哎，好，这是迄落特殊的一个剧团，哎，当然伊是因为顶头这个电影才开始红起来，哎，开始红，吼，啊，这是因迄落环岛苦行的迄个情形，嗯，这囡仔吼，惊环岛一路倒来了吼，拢变另外一个人，你知无？变另外一个，你若发到行完全倒安尼倒来吼，后盖无啥物艰苦，你是无法度承受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重要吼。啊，这是迄落爬玉山，哎、欸，好，啊，这是撒哈拉，哎、欸，安尼，哎、欸，啊，林丽姐有去着嘿。欸
好，那九天的功法是安尼，功法一开始是因嘛是用表演神童的时候，都、就是因的九天一开始就是庙会，就是庙靠迄个顶头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尾吼，因为迄个动作很单调，所以因加上迄个啊、电子迄、那个热门音乐。来，2002年三立电视在台湾的故事，今麦我咧做咧哈。第一台中龙影啊，当时主持人叫孙协志的哈，一个九天的团练扮演土地公啊，但是吼。但是呢，你要一这样过年特别节目啊，但是土地公这些跳拢没有音乐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加上土地公加上热门音乐之后，土地公可以跳热门音乐，那三太子当然买晒啊，就是没赶快的嘛，哦，所以呢后来呢，用台语、国语啦，我再来跳这个舞蹈，好、哦，所以有三个版本啦，哈、哦，那不管如何，大概形成的年代拢在当时2000年左右。所以2000年左右，在台湾造这点音传台是会存在、哦，所以呢，九天的说法是为了被录制电视节目，所以就加上热门音乐，就是安尼，传统神偶结合现代音乐，好、哦，安尼好，这个神偶，哎、欸，大尊的咱叫大神人，七爷八爷一款大尊，哦，过来，2000年左右，2000年之前没有点音传台子的名称。但是已经有电音三太子的演出形态，但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名词，就是三太子加热门音乐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哦、但是呢，在民间庙会来的已经有啊，三太子戴墨镜，拿玩具溜滑板，你知道不看过哦？啊，我一个骑机车，哦，啊，各地的三太子开始用童谣流行音乐伴奏，这样溜滑板跳好快哦。啊，这骑卡拉车有无？哎，因为他是小朋友可爱的形象，所以可以这样做。哦啊，因为他的可爱形象没有那种一般神明那关神圣不可侵犯，所以只有三太子可以跳街舞，其他神明都不行。好、哦，所以也形成时势所趋。好、哦，2006年开始，这里名词第2006年啊、哦、这里台客摇滚嘉年华2006年啊、哦，因为记者会的关系，因为记者会其中没有名称嘛，所以他们就为他命名为电音三太子，帮他命名了哈、哦。啊，真正好。电音三太子轰动武林，惊动万高。您看到电音三太子应该是哪家？2009年，嘿，2009年，谁的 idea？ 就是我 idea。我感觉诶，三会上会当代表台湾的这个民间的文化，对吧？嘿，你去遐叫跳什么垂死的天鹅，迄都一个无，对吧？对啊。三会上会当代表台湾味，就这款的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开幕的时阵，32尊。三太子骑着机车配合你是我的花朵开戏，呼啸入场，鬼爷黑的拳很非常震撼。当时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因为黑三太子黑跨下来，跨出来我看哈，因为你知道我骑机车，阿个32尊很怕会擦撞，最怕是这样子。还好那一天没有了，哎，安尼好，这就是黑、那個，哎，好。啊，这是找那个左营高中的学生，嗯，好，你看麦，带着 LED 灯，这是现代红飞轮，没有，这32天刚72地煞，嗯，啊，因为哈，那个。这些三太子的神偶都重做的、新做的，因为没一个庙有那么多尊啊。啊，你调也不对啊，因为会大家的不同也不行。嘿，嘿。嗯。嗯。好，旁边是那个新将，大型的，那是那个左营城隍庙的神将。哎、欸，伊的声音无错，伊后边背景念的是“你是我的花朵”了，嘿、欸，哎、欸，好，啊，这个就有台湾味的嘛，好，这是迄、那个啊、真正轰动武林、惊动门教的哈、哦，所以到尾就开始啊，九天背着三太子登一山，跑撒哈拉，伊嘛是用三太子，当然。结果一定是最后一名啦，不用讲了。不过我们去不是要为了要多什么什么锦标，不是的，其实就是要让台湾的上面曝光啦，就是要让台湾曝光，就这么简单啦。哎、欸，
嘿，哦，啊，都这里到海外演出啦，台北大学学生背着三太子环游世界，洛杉矶球场由台湾三太子开球，就是安，就主安那了，哎、欸，三太子才变成是台湾的意象安尼，哦安尼，哦啊，三太子怎么呢？马骑沙滩车打战鼓，吊钢丝，安尼啊，有啊。对吧？你看，三太子骑阿落沙滩车，伫庙会前来，你拢当游行啦。嗯，哦，啊，过来跳踢踏舞，骑买赛跳骑马舞啊。热门舞蹈可以，那骑马舞当然没问题啦。哈、哦，哎，安尼，啊，过会赛跳芭蕾，哎，安尼，好、哦，啊，然后呢，热门音乐呢，谢金燕、林木工、叫我姐姐来对边啊，弄三太子爹伴奏伴舞。好、哦，王彩和、波比后边嘛，赶快啦。啊，所以变作讲，哎、欸，所谓流行音乐的弄咱的三太子，安尼好。等一下，那一下看不出来。现在无。最后再出来。OK， 这就是稍微叫文化创意、文创有传统的元素加上现代。你那没有传统的元素，直接创那个叫乱搞，不是叫创，因为你无传统的元素了哈。安、哦、尼好，这是迄、那个在台湾哈、哦，就是安尼新潮啦、时髦、流行化哈、哦，这类物件什么就能这样尝试。好、哦，所以也个在演变当中。好，这类三太子的精神呢，因为伊本来就讲承担过错嘛。伊做唔到代志，所以我自己负责，我去连累父母。哦，第一名三，他们在自己传统做基础，做结合现代流行音乐，所以有传统作为基础，再加上现代流行音乐，哦，所以伊变作是台客的代表。哦，当然为人就是台客是无好的啦，那看看你的感受啦。哈、哦，啊，伊像他象征的是现代流行文化嘛。哦，啊，代表台湾年轻有活力，台湾无几年嘛。三太子嘛，赶快少年七岁尔，有活力，还佫有包容性。你什么死人骨头拢加加入来，拢无问题。吼、哦，啊，都有创造力的文化特色，这是电音三太子伊的一个迄个啊特色。吼、哦，啊，电音三太子会当讲是台湾上界成功的文创商品，最成功的。诶，好，那诶，即嘛吼嘛不要紧啦，反正那老一辈可能对这无法度接受，你个新名母佮上这个型，对吧？
顶头内底就是安尼，你前面甲装甲，佮挂一个 LED 灯，迄三太柱呢，对吧？对老大人来讲，那不得了啊！啊，但是这个少年的吼，继继承这个物件，予伊一挂新的活力啦，安尼才有法度生存。啊，若无老一辈人凋零了，这个消息啦，就是安尼尔。好、啊，所以咱即马台湾呢，真侪物件拢有新的创意，布袋戏嘛有啊，布袋戏较早传统的即马变霹雳啊，三太柱嘛是啊，加热门音乐赛跳啊。哦、所以有真侪即种嘅情形啦，哦，啊，即拢是代表台湾文化新嘅生命力、生命力，啊，若无即可能消失。OK， 好，这是咱今仔日最后一节课所介绍当机加滇林三太子，哦，啊，九月七日，哦，咱当节来宜兰深度之旅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啊。后摆吼，那你若无法度去嘛，不要紧吼，因為有真侪活动啦吼，同款哦嘿。那我办的活动，不管是每年有南港消防船嘛，三年一届哦嘿，你每年若无去，过来等三年吼。大家妈祖进香啦，哦，白沙屯妈祖啦吼，阮拢有组团、学生团，你若有兴趣的，拢同我去报名，好不好？你若讲你是闽南讲堂的学员，安尼，我的办公室就给你报名。好、哦，你若讲。哦、你捌上过什么课？啊，你想要去行大伽嘛？假设安尼，好、哦、啊，我的办公室就甲你讲，倒一工啊，你伫倒个坐车，坐游览车啦，是毋是讲叫往行？好、哦，啊，然后去到某一站，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好、哦，所以所有的民俗活动你们都可以参加 ，OK？ 好、哦、啊，最重要，希望你亲身参与啦，嘿。你如果在电视上看，那个叫观众，你若参与的是你的进香客啊。哦，迄感受的完全无同，敢若你伫看棒球实况转播，甲你伫现场看的感觉完全无同，同款意思吼、哦。所以希望后摆吼亲身参悟，啊，若无即个民俗会无义，会消失。哦，好大卖照，小度会丢，酒醋过腿，谢谢，不用了，不用。